你已经离婚协议吗？我是不会离婚的。结果是为了钱吗？要5000亿？他疯了吗？您不是说过孩子们的侵权监护权都没问题吗？您说要保护瑞州航空吧，万一无法避免，您一定要二选一的话，我选瑞州。你以为南长雾真的是为了钱吗？你看不到他们两个人之间存在的真实，因为爱所以分手，也会有因为爱所以不能分手的人吧？我还爱着你。 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，未来每8分钟面膜精妆律师。